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心法讲座》。各位希望你好啦，叫咱唔好讲歹话，好唔好讲烂歹话，好一直气所伤啦。你所讲的气接入面，好啊数咧走入面，讲偌只歹话，偌只时间，讲偌久，好讲啊大啊偌大，好啊是伤咧。你讲什么啊啦啦啦？哦，我你气啊，甲人斗嘛好，啊是人甲谁斗？人甲谁人就小斗，就要滚车人，无影代志，这都是大堆。阿弥陀佛啦，罪过罪过。哦、所以啊，咱呢，会记哩，咱来世间是享受人生的快乐，看世间会调和，当静音可怜哩。然后呢，阿弥陀佛啦，希望恁莫阁讲歹话啊，希望恁大家个人会过着好日，阿弥陀佛祝福你。那么你这个做，加积福是阳，两仪的阳。那么呢，你等下一个起，你等下脑海来呢，一是阴，一是阴。好，比接受的是阴，咱甲人祈福的是阳。所以啊，咱世间呢，拢是阴阳，阴阳就两仪呀，两仪呀。念的啥物？所以有一句话：五百当君，五百当差。我的人，我百人做好人，五百人做歹人。好做餐，这世间就是告诉我们，甲人讲，咱一个人啊，这边是阳的，这边是阴的。咱人，对吧？咱人徛起来的，咱基督和耶稣，哈、哦，定在十字架以上，十字架以上呢，压着十字，对吧？站嘛，站嘛，这边五阴的阳的，这边五。阴，五一半，五百个好人，五百个人歹人，都是讲了，一念之间呀，大污浊嘛是安尼，大污浊嘛是安尼，一气运转运行，所以这好多就已经甲咱开始，就是阴阳的对待，阴阳的对待，好。那么，咱学习易经，为什么易经甲咱阴阳两道啥物重要呢？因为任何一个念头，任何一件代志，拢是藏伫善恶善恶，拢是一个一，绝对无跨相别个一对一，一对善对善的去，一对恶的去，你对恶的去一，你一定直直对落。你若对善的过一，你一定是向善的行。光明的行，所以易者易经者告诉我们，教人讲你对神安尼行，才是永远是对的。有的人唔知啊，你话得对啊，我爱趁钱，会使袂歹。你无了解气所伤，无了解你过去生生世世伫脑海内，你所集的伫世间的所有气所伤的地位。你无了解你所执这个地位是光明黑暗的，你无了解，所以你无了解的是咱做代志的，往往的你会惊骗一边去，一日都丢，一日做了唔对啊！哈、哦，这里真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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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孔子啊，甲咱开始啊，人之初，性本善呐、啊，性本善。咱人初是啥呢？人之初是啥？所以有的人为了人之初呢，就去修正。人人做啥？
这两个阶段，吼，两个阶段，人之初性本善。人之初啥？叫做太极。好，太极。我说万明，万灵啊，万灵，啊，就是咱的心，哈、啊，咱的心，啊，是的无极。咱有诶所讲，佛家所讲的自性，佛家所开始的自性，好多佛性。讲到这是一个拢是心。这个心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哈，啊，性啥本善呢？清净无染，清净无染，就是讲咱人也未伫世间以前。哈，要不你世间要无这个形象，无这气数上以前，咱的思想识别内底拢是的，善的，拢无讲哎呀对恶歹去。咱每个人都是完明嘛，完明嘛，清净无染的光明嘛。哈，那这琉璃光呢，拢是清净的嘛。啊，为何来到出来世间会做歹事呢？咱只要主要你清气清气，在土下练，练了滴练的土下有土沙粉啊，练到的时啊，外面乌乌，你就好，你这就歹，乌乌，外面乌乌，哈，内底嘛是要清气的，你要试看嘛啦嘞，你只主啊吼，只要主啊，你土下个练，乌乌嘛个练，勿紧。练练的哦，你看内底还要清气呢，内底无垃圾无，这都人之初性本善，所以孔子啊，咱的至圣先师非常慈悲开悟，哈、哦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么咱佛家呢，六祖慧能大师啊，讲咱的圆明圆性清净无染。性不善就清净无染，佛咧就讲我咱的佛性完全是嘛清净光明的，无垃圾的。你看，咱的佛性都像这电火，火咧就咱的佛性、咱的灵性、咱的本心都是火，火搞垃圾，火烧着就着垃圾，这垃圾粉啊蓬蓬烟，垃圾粉的蓬蓬烟呢，火属是无蓬蓬烟呢。哦，各位啊，咱要了解一下孔子至圣先师啊，甲咱开始啊，为个性本恶，完全无开悟，才讲性本恶，啥都性，无了解性，无了解性，伊究竟大细甲什么程度？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啊，迄个啥，咱的清净无染、光明的灵性，咱的心、咱的灵魂，哈。所以啊，咱一旦来到世间啊，外面的环境会将咱这个主啊，把咱染甲拢垃圾去，但是咱这主内底这粒无判见呢，照常较清净。所以叫佛经啊，金刚经，金刚经。金刚经开始啊，咱的宣召，咱的灵性都接宣召，宣召完了就这么清气，这么光，发出足济无量的光出来。为什么垃圾呢？外面的土沙粉啊，砍掉；落外面的土沙粉啊，什么？尘埃，尘埃是啥？烦恼，烦恼是啥？气所相所造成的。气数上所造成，原来气数上，予咱嘛是一个清净，嘛是叫
保障哦。气数上是保障哦，那么只要气数上才保障嘞，你为何有那啥物？外境，咱家己练那啥物？练那啥物？所以各位是往神知识，也是咱每一个人伫世间要做一件大事，对唔对嘞？请各位啊，咱会使哩两个方式。你我要做这件大事，会做袂做？你也一支茶，也必沾。你一定是看伊必沾。你看花时，你头脑会清，气会对落，会直直对落哦。再看卖，好阿正头毛。咱人烦恼想这事啊，你一直甲看这個，但是看这個人袂讲你起笑诶。好，你以后，你看你现在马上感觉，你感觉头壳起到咧啊！啊，你莫安尼哦，你安尼看哦，头壳会负担足重诶。安尼看会负担足重，安尼头壳讲哦，拍击，啥子啊？你会感觉头壳落麻麻，感觉凉凉啊，直直落。恁再看麦啦咧，好，你要决定一下对唔对咧？你看咧。嘿、hey, ，你心啊，该做不该做，你要做清楚啊啦。有当你要问神啦，无当问起啊。你爱问是只有格有格对的人哦，有开悟，那你才问才问有啊。你若无问，嗨，又爱安怎爱怎，无讲讲一山平啦吼。嘿，不是你家己。那么你就安看，问家己的心呢？这是问家己心是啥呢？咱的心是啥啦？人心合天心。无下的大，人心合神的心，人心合神的心，人心合万物的心，人心合宇宙大虚空的心。所以这些是心嘛？哦，各位啊，恁用去试看麦下咧，伊要做啥大事？我时时看伊，一日学习。好起始啊，好起地啊，刚刚开始，位置一开始，天地开始啊。那么有的人，哦，好起遐厉害咯，迄点话咧，天地都开始啊咯。你无开口才讲这话，无开口才讲，好起话一点，天地开始是啥咧？话咧，告诉我们一个念头开始，所以好起咧，甲即满五千多年尔。五六千年，五六千万年，五千万年，咱地球上有人类以来嘞，考察的一百八十万年以上啊，一百八十万年，一百八十万年已经都有人类啊，福气才五千万年，那么福气到伊为天为地，伊敢创造人？无啊，福气伊无创造人啊，人是。大宇宙天地气数上所属的呢？气数上所属的呢？哈哈，各位是方神知识，咱爱了解这孔子至圣先师啊，甲咱讲这是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宝贵，咱爱要珍惜。这是啊，咱人离开气数上这三个要素的时候，咱无可能开悟。因为大宇宙之间呐，一万物呢，皆是气所相所成。好、哦，咱呐、啊，今日我阿只易经讲哦，大家够了解，伊在生活中会当去见到，会当看到易经，在生活中你有法度去实行易经，生活中你有法度去这个易经啊，我都用在生活上。我相信啊，各位啊，恁啊，好，真紧会，我着将这易经有甲研究甲会彻底，而且各位啊，成道成佛嘞，开悟啊，觉悟真紧就开始啊。所以咱万行啊，万法啊，不离一个心，不离一个气所相，不离阴阳，不离阴阳，所以阴在。毛气所伤，好阳者毛气所伤，
阴也有气所伤，阳也有气所伤，所以一切阴阳啊，拢不离气所伤。咱的读册嘛一样，读册，当咱的读书啊，读到心里烦的时啊，你可以看一，这一在哪里？看着一，好，你看一哦，清了，清了。所以一心读书，一心清净，怎么一开始？好，所以咱一经者，好一者，就是一，一者，因佛以后有太极，太极了，两仪，两仪者善恶，善恶嘞，两仪者总是嘛有一边一，相边的一啊，一边一，这边一，相边的一，好。所以名叫做两仪，言既生成之后啦，两仪生成之后啦，必有两者之一啦。好，必有两者之一，两仪之后啦，两者之一的，我养的，养的一，阴的，阴的一，阴的一，阳的一，什么一呢？啥子一呢？有形的为质，无形的为气，哈，气有阴阳之气，哈，阴阳之气呀、啊，讲在咱的思想，善念恶念，然后呢，善行为恶行为，哈，阴阳之质者，哈，就是安尼。哈，阴阳之气就是咱善恶的念头啊！我即世要做好事，做歹事，做歹事，做好事啊！我一心要来做善事，行善事，善恶的念头，阴阳之气行为啊，做出来啊！哎呦，我想要来要做啥歹代志咧？开跋筊啦，爱杀人啦，放火啦，啊，做偷的物件啦，啊，是来吃安慰他命啦。吃毒啦，这就是质，行为就是质啊，阴阳之质，就是这善恶的行为。质一旦发觉出来时啊，有诶就歹收山咯，歹收山。恶念头咧，恶嘅行为出来，有诶就犯官司、犯官府、犯罪，犯罪都是恶嘅质啊，恶质、恶质啊，哦，这个人啊叫恶质，恶质对对来，但是恶嘅念头出来，恶嘅念头出来，即是恶质、恶质。所以各位啊，咱了解这个经啊。易经内底甲咱所开始，那么咱伫做一件代志，咱若做唔对去，开始要做判断唔对去的时啊，恶就都走出来哦。咱若判断对的时啊，善果都走出来。所以恶即善果，恶即善果。啊，那为何我都即时升天？阿过去天的世界，咱过去有阴阳善恶的念头，然后咧做出来咧，咱的恶一直造出来，恶的行为出来，所以咱死了后咧，都无可能咧，都无可能咧，
往生西方净土，无到等于天国，无到等于天国。所以这就是恶执。咱今日，咱的灵魂啊，未安啊，乱啰嗦。各位希望神知识，啊，各位参加听经闻法，连坐上各圣众生历代祖先机会去做，咱今日有这因缘，智性先师、贵国先师、哈诸佛菩萨、圣贤菩萨咧，甲咱开示，哈易经的心法，易经的甲人生，过去的人生。现在人生、未来人生离不开易，过去人生离不开易经，过去的行为离不开易经，哈，现在过嘛离不开易经，在在拢在易经之内呀，哈，所以咱的智性先师啊，好，咱量以智性之后啊。好，必有出量者之极啦。好啊，以为其生物之本啊，生物之本呢？啥子生物之本呢？成就这个形的本，形的本。比如讲，我今日做这个物件，做这个壶呀，清清菜菜做嘞，歹一定这物都是歹的本嘛。哦。开始我念头唔对去啊嘛，所以我先从师弟去道场，啊后日三宝师我分师，加大分师诶，拢分师。即个起初得念，往往呢，干那卡一中间呢，踢三四界师傅啊，踢啊，干那起歹势，做无成功，我老师我歹做啊。我是安那，都踢，啊喏，都无成功，我干那干一工2000块、2500块，点这工钱。无一个成果出来，我就是足艰苦，我歹做啊！我错不在你错，不在你错，这就行。若是讲现在无甲做好，依照所叫上的设计标准做出来者，阿摆咧，咱当当甲咧看到，哎呦，迄当时呐无改过哈，才看到有够歹看啦！哎呦，这手也差咧，安尼阿摆唔敢讲，当然会收着，一定会收着，迄个物资本呐。出来歹的形状就无一本。好，我讲，我就是做师做行规师傅，寺庙建设是艺术，艺术无时间的，啊嘛无这金钱可省的，无金钱可省，无时间的是，你爱甲做较好，无金钱可省嘞，后摆钱买袂着。你假使有一天你要搁用时间呢，搁来开下钱的，你嘛做袂出来，时间不容易，好，而且无容易搁卡，所以这物质成本啊，都是阴阳。当时咱所想的善恶，善恶，咱的念头一开始就是两仪啊，就是两仪。所以各位做人都一件代志，卖有。后边以后有后悔的心，那是有后悔的心啊，咱的人生诶会过得真可怜。吼吼，咱啊，今日咱来讲着易经，讲解易经心法，易经甲人生，咱的人生过去有人生，哈，现在有人生，以后有人生，如何咧？会到达一个一回归，这个一回归清净本然的心。回归清净本然的心是一，就是咱的目标。哈，那安尼呢？咱就回归清净本然的心啊，即是心安。那么现在过去我所传的法、所讲法，一切在安心的法门是安心。哈，咱心安，一定要先安心。要安心，一定爱先要有智慧了解一切法。哈，那么。今日呢，这个咱的课程呢，哈，拄啊，才一段落，哈，明仔咱再继续来过来讲解，哈，希望各位啊，咱有时间呐，加减来研究圣贤所开示的妙法，用在生活上。
用在咱的日常生活，咱的身躯边，咱的周围，我相信呢，各位啊，咱大家真紧会开悟，咱的人生会非常的幸福，好，咱的社会会足祥和，咱的世间弯道经会呢会减，大家互相会相尊重，因为咱大家拢一家人，天下一家人。若是咱两个嘞，天下一家人，咱的天下就太平咯。好，我今日讲到这，这段路祝福各位。